对，要不我跟厂家人跟你算说的吧，这个我也不太那个说清楚，就说能不能这样的。就换个调一个，就是调一个模子。他不是说下面有印刷不行吗？他不是说下面有那个印刷的不行吗？不是说这里不行吗？应该就是这个，就这个意思。不是我。厂家就这个意思，就是用打法字机，有一边。